死坏球保送，用球数74颗，应该会希望，但是也要看状况，希望布里汉至少6局投完。滚地球出现，哇！但这球打穿，二垒上跑者通过三垒之后，球程回传经过卡斗，被乐天拿到第3分。希望让打者打滚地球，滚地球真的出现了，可是是一二垒之间的穿越安打，连3位打者上垒。哇，量好球之后，天投到比较偏中间的位置哦。梁家荣也没有放过，这球打得算非常强劲。接下来面对陈静，陈静几乎是布里汉他能不能够续投下去的关键。